主人吃超辣炒鸡，狗狗死活非要来一口，下一秒就被辣得翻白眼，看着都辣。啊，你想吃啊？你想吃？你吃不了，太辣了。哎呀，嗯啥嗯啥，我吃个，我吃个饭，你老是过来捣乱。哎呀，真香。嗯，马桶吃不了，马桶吃不了。咽口水了。嗯，真香。哎，你干哈？有人。你不用搁这装可怜，你真吃不了，乖。马桶的这一招就是我硬的不行，我就来软的，我就不信你不给我一口。给你个屁，不给你。啊，咋了？还急呢？这是辣的，你能吃吗？能吃吗？哎，你大爷的，你吃不了，辣的对肠胃不好，你是狗。还是熊样的。我们装可怜嘞。哦啥？你能吃吗？能吃吗？能吃吗？你能吃吗？你能吃？你觉得你能吃？辣呀？你不怕辣？咋啦？不怕辣呀？可辣了，辣的会窜稀的。我发现他跟你接一句话，他就接着怕。哎呀，真的不能让你吃，乖，太辣了。啊，乖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看看你，老是馋，你舔着我的碗了，还让我吃不上了？你吃不了，滚蛋！你还急？你急？你急？你急个屁！你口水都喷出来了，你急啥？你急啥？我就问你，你真香！哎，慢点，我操！卡碗里啦！你差一点儿，舔着我的菜。你滚，懂不懂？真的可辣，你吃不了，对你的肠胃不好啊！滚吧，能不能滚？吃不了，吃不了，一口也吃不了。你都上桌子上了，你半拉身子都爬上来了，你还想干啥呀？在马桶的世界里，我只要整个身子不上去，我就是没上去。上床也是，过分了啊！滚蛋！你给它吸吸汁儿，让它吃一块吧，吃一块辣肉，辣。你给它一块肉，吸吸汁儿。那你吃不吃？那哦，那我喂你好不好？把辣汁给它吸掉，辣哭你我不管啊！下来，想什么？你给我啥物？说250，说250，坐下，说250。说250，说250，吃吧，就这一口啊，辣不辣？你都舔舌头了你。那眼鸡的。别吃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就这一口啊，不能吃了，翻白眼了，再吃都挂了啊，好吗？又开始了。这张可怜没有了，剩下都是我的。